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rcus。 在这七天计划里面呢，第一，改善很多的是精神，因为睡眠品质变得更好。第二呢，就是我的这个身体的健康，体重也下去了，前后差不多有14个kilo，血压方面恢复到比较正常水平。我的女朋友她已经有看过很多见证，这个东西对我一定是非常的好。计划说要怎么做，我们就是怎么做。一天计划当中啊，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做，我们有一般人在做，也是有一种动力去做。谢谢马克，谢谢你的时间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